嗨，所有 Bella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，在宝格丽。今天的珠宝是红宝石，那就是伊甸园之火的一个意象，这样，所以就是用红宝石来衬托这个设计。看了就是很想要买这个 Sepanti 的腕表，对，想买了，想带去哪里啊？早上写日记的时候，看一下时间。哦 我其实非常喜欢冰岛的冰川、冰洞，非常喜欢。我喜欢在踏上踩在冰上，然后一望无际的感觉。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。我们这次有吃到一个很特别的米其林餐厅，然后我在 IG 上之前有分享，它的第一道菜很像是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，我觉得那个是我吃过最有舞台效果的一个米其林餐厅。